诉我吗？我们外面的斗篷日常价值多少？斗篷的日常售价是需要400米。对，今天直播间的价格，对，只需要349。349米的一个价格呢，我们右下角链接准备。3、2、1，上架！我们想要试风洞的宝贝啊，想要 get 我们银铃女神同款的宝贝，一定不要错过了我身上的这一款我们的试风洞啊，宝贝。没错，宝贝，青玉精灵没有防掉肩带啊。如果说你要防掉肩带的话，我是建议你去拍我们的试风洞的。但是给这位姐妹说一个好消息，青玉精灵现在拍下的话是现货了。哇哦！哇哦，现在是现货了，宝贝。如果你喜欢青玉精灵的话，你不要担心它掉，宝贝。汉服尤其是骑熊，你穿多了它就不会掉了。你不要系得特别特别紧，就勒得你这样不能呼吸了，然后你再去系的话，你脱放松下来它肯定是会掉的啊，宝贝。你就日常的一个松紧去系就可以了。是的。那我身上的这个试风洞呢，是给大家有做到，我已经收到了，防掉肩带。我们看一下尺码表，宝贝，这个是我们那个试风洞的尺码 XS， 它呢 XL， 宝贝，150的姐妹也可以去穿啊，150和然后172的大姐妹啊，不，大长腿姐妹也可以穿。怎么回事？今天你要嘴瓢。172以上，我们大姐妹都是可以穿大长腿。不行了，我觉得今天我瓢，怎么你也跟着瓢了？我现在身上穿到的是我们的试风洞啊，宝贝，我们单拍里面的小拳套呢是只需要500多米的一个价格，今天拍下小拳套我们会送到大家这样的一个防掉肩带，你不用担心说它这个防掉肩带会不会非常的突兀，我们戴起来的话会不会不好看，别人会不会觉得我们像是一个背带裙，不会的啊，宝贝，你可以看到我们背后它这两个肩带它都是这样的一个飘带的一个形状，而且上面都是有给大家做到刺绣的，整体你看起来的话好像是一个装饰片在这里一样啊，宝贝，好像是一个装饰片，而且像是你背后跟着的小翅膀，对不对？对，非常的可爱。那你披上斗篷以后你就加上了仙气 buff 啊，宝贝，对，就你平常是一个，就你日常的话这个样子穿，对不对？你在家里穿也没关系，宝贝，妈妈见了都夸乖的那一种，然后你出去外面拍照，或者是你出去外面游街，你出去外面和朋友玩的时候，游玩吧，来，然后你这样子再把这个斗篷加上，宝贝，我跟你说你这样子穿出去，别人就是会跟你，就那个目光会一直跟着你，仙女，对，哇，这是哪里下凡的小仙女，我们直播间，这是哪里来的大扑棱蛾子？就大家知道什么是扑棱蛾子吗？就是我本人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试风洞已经开始断码了，试风洞现在已经断码了，是不是？是的，我们有想要试风洞的宝贝一定要抓紧下手了，现在已经断码了，宝贝，我们这一套如果说没有拍到的宝贝就亏了，宝贝，因为我们这一套是什么，这一款也是现货，这一款给大家争起来的小量现货，陈萌，陈萌没有了，陈萌没有了，宝贝，看看我身上的这一套，或者主播上这一套，我们的试风洞啊，宝贝，这一套现在拍下也是现货啊，宝贝，现货48小时之内我就给你发出去了。那如果说你想要我身上这套试风洞的话，在1号链接，小拳套是给大家做到的一个500多米的价格啊，宝贝，我们里面的对襟衫外面一片是破裙的下裙，搭配我们2条防掉的一个肩带，一共500多米的一个价格。那我们外面的斗篷呢，也是给到大家一个福利价，日常我们要400多米的价格，今天我们直接给到大家300多米的一个价格啊，宝贝，2层的这样的一个满满都是刺绣的斗篷，非常的好看，非常的仙气，对不对？没错吧。如果说啊，我跟你们说一下，就我主播每上一个款的上身时间的话是有限的，如果说你们都看好，我就要让主播去过款了，是的，我就准备给大家过掉了。想拢鹅龟是不是？想拢鹅龟的宝贝，我们把拢鹅龟靠在公屏上啊，宝贝，我看一下有几个宝贝想拢鹅龟，我们后台去统计一下人数好不好，已经有3个宝贝 Q 鹅了，已经有3个宝贝在 Q 鹅了，
是不是？想要大白鹅是不是？对，想要牛酥，宝贝，我们想看哪一款就把哪一款的名字扣在公屏上，我们看一下哪边人数多的话，我们就优先给大家试穿哪一套啊，宝贝。现在参与角逐的是我们的龙鹅龟和牛酥，宝贝。想要看牛酥就扣牛酥啊，想要看我们的大白鹅，龙鹅龟，龙鹅龟，龙鹅龟，那下一个是不是龟了？是的，我们想要看龙鹅龟，我们把龙鹅龟扣在公屏上。我身上这一套就给大家过掉了啊，宝贝。对，那我们身上这套的话就让给大家过了，宝贝。我们这个款的话，今天只试穿一次啊，只试穿一次，是的，后面说话是没有机会了。三二一，截个图，录个屏，姐妹们，你不要飞。姐，那我们主播下去给大家换我们的下一款，宝贝们。然后在现在直播间里面想要看的款的话，555，宝贝，555是防拍价啊，宝贝，防拍价啊，防拍价的话不要去拍，拍了之后，宝贝，我还得。还找你去退呢，对不对？龙鹅龟是吗？都想看龙鹅龟，对不对？宝贝，看龙鹅龟可以啊，我这边可以安排主播去试穿我们的龙鹅龟。想要看龙鹅龟的姐妹，来我们左上角关注点一波，灯牌带一带，然后再给我点点赞，好不好？我们双击屏幕点点赞，来下方小黄车，宝贝，不是龙鹅龟哦，好吧，也是龙鹅龟，只是字打错了而已。他第一哪对来，宝们想看什么款也可以跟我说一下，我可以给你们怼细节，对不对？主播给你们看上身，我给你们怼细节呀，是不是？就像我们的这个斗篷，来，宝贝们，这个斗篷真的很精致，它是我们那个引领女神的同款狮风洞的斗篷啊，我先跟大家说一下。然后这个款这里全都是刺绣，宝贝，花鸟型的价格是真的吗？宝贝，是真的。相信自己的眼睛，好不可能，是不是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来，不相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是不是？有连身吗？有连身的话，今天是给大家开了我们的粉丝福利价，连身，对，有。你给我上一下，然后给大家开粉丝福利价啊，然后他拍下给我备注一下那个两条大屁股给他了啊。没问题，而且悄悄的告诉宝贝们啊，我们的花鸟型你拍下了两件哦，对，连身今天也是现货，哇哦，哇哦，连身有现货了，姐妹，但是 M 码没有货，好吧，好吧，就 M 码、代码，其他码子都是现货。宝贝，你去看一下其他码有没有你能穿的吧，因为之前买过两套色了，是不是？宝贝，买过两套，今天再来趁现在啊，趁现在再来入一套。我们将这样子，你上下拍两套的话，就是你拍一下我们的衣服，再拍一下我们的裙子的话，是还要再给你减十米，知道吗？再给你减十米，买200减十米，宝贝。所以的话，今天入真的特别值。你今天一整套的价格不仅是这个，一号链接是一套吗？宝贝，一号链接是什么呀？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忘记了。一号链接是风洞，宝贝，是风洞，它有个小全套，有一个对襟短衫加破裙。如果你因为斗篷的话是给大家看一下啊，宝贝，斗篷的话是看他自己意愿的，宝贝。如果斗篷想要的话，就直接拍，不想要的话家里有搭配的也可以直接不入啊，宝贝。斗篷是要单独拍的，斗篷是要单独拍的。花鸟型话不多说啊，话不多说，因为我这边就是它没有多少货，而且今天用来给大家的是粉丝福利，织金马面，宝贝，织金的全是织金马面，宝贝，织金马面你单独去拍400-500米要了，对不对？但今天在直播间你上下拍了才只要200多，宝贝，才只要200多，228呢，你拍下来是不是啊，宝贝？如果你们怎么拍，想要再减十米的宝贝，花鸟型想要再减十米的宝贝，你加够两件套，直接加到小黄车一块儿去付款，一块儿去付款的话是可以再减十米的，宝贝，是可以再减十米的。来，这个是我们一号链接的斗篷，再冲一套，对，宝贝，镜子宝贝，直接去啊，再冲一套，好不好？再冲一套，来，我们灯牌带一带，我这边的话给你。这位姐妹想买那个哪个？她想买那个花鸟型，让她再冲一套，然后她拍下那个，她备注一下，抓紧发货。没问题。来，宝贝，这样子来看。过来啊，这个的话是我们的那个一号链接狮风洞的斗篷，这个斗篷很有设计特点，一般的斗篷是不是只会给你们做一层，对不对？但今天我们这款引领女神的斗篷，它给你们做了两层，为什么？让你们的仙气再加一层仙气，好不好？然后因为一般的斗篷加一层已经很仙气了，但是再给你们加一层就更仙气了，是不是？而且有的宝贝说，我披上了斗篷的话，它会不会显得我手臂壮啊？不会，我们加第二层的作用就在于把你遮肉肉，把你那个手臂的这里给遮住。胭脂的蕉领是现货吗，宝贝？胭脂花鸟应该是哦，宝贝，花鸟的胭脂蕉领吗？是现货，宝贝，今天直播间是现货的，你可以问我，我给你确认一下啊。如果是现货的话，是48小时之内就给你发了，好不好？48小时就给你发了。来，这些细节都不怕怼给你们看，我最喜欢怼细节，上身试试喽，宝贝。想上身试试的话，给我双击屏幕点点赞，好不好？我们到现在是多少赞？告诉一下我。现在的话是直播间
有6000赞，6000赞吗？是吗？宝贝，我们点赞到1.2万赞，我让主播给你们上身试一下，好不好？我让主播给你们上身试一下，来。接下来想不想要看我们？因为刚刚有的宝，我们刚刚给大家看了我们一款琥珀新春，对不对？有的姐妹说我过年不想穿红色，我想穿一个淡雅一点的，可以。我接下来让主播给大家上一下我们的龙和龟，龙和龟，我跟你们说一定要入它，除了琥珀新春就是给我去入它，好不好？是的，我们的龙和龟啊，这一套非常乖巧。乖巧，对不对？非常非常的嫩啊，宝贝，这一套就白白净净，感觉温温柔柔的一个感觉，温文尔雅的一个大小姐的一个感觉啊，宝贝。那我凑近一点给大家看到一下细节，我们上身给大家做到的是这样的一个暗纹提花的面料，下裙给大家也做到的是一个暗纹提花的面料，很贵气，有没有？我们这一套龙鹅龟啊，有没有想要的宝贝？我们想要龙鹅龟，我们把龙鹅龟扣在公屏上，好不好？我们今天也给到大家一个福利价，给到大家一个年末的宠粉价，好不好？对，都要都要，可以都要。想要龙鹅龟啊，宝贝，我们今天龙鹅龟三件套的一个大全套，包含我们里面交领的小短袄，外面的小短鼻架，它是有给大家做到这样的一个毛边的，非常非常的温暖，别人看你也暖，自己穿起来也很温暖，这样的一个感觉啊。下裙给大家做到的是一个一片式的马面裙，给到大家下摆的位置是有给大家做到的这样的一个织金的下裙啊。那我们这一套给大家报一下价格。好的，龙鹅龟的日常售价是需要850米左右，今天直播间的价格只需要699米，699的一个价格啊，宝贝们，日常我们是需要800多米的价格，对不对？今天我们12月31号了，我们2021年的最后一天了，给到大家这样的一个福利价，只需要699米的一个价格，三件套的一个冬装大全套。那我们右下角链接准备，3、2、1上架。有喜欢我们龙鹅龟的宝贝，刚刚抠了龙鹅龟的宝贝啊，我们这一套拍下以后现货，我48小时之内就给你发出去了啊，宝贝。抖音直播间花鸟行云的交领是79米的价格啊，宝贝，79米的价格，赶紧去捡了，宝贝，宝贝。而且如果你拍一个上身，拍一个下裙，200多米了，对不对？我们还给你立减10米啊，宝贝，这个小秘密不要告诉别人，我们今天刚刚给大家上到的啊，宝贝，你就让他们那些姐妹不要告诉他们，自己悄悄的拍，自己悄悄的来薅我们的羊毛，好不好？这样不太好。只需要交领，不需要马面，姐妹，那你就直接拍交领就行了。宝贝，你只需要交领，不需要马面的话，你拍三件交领，对不对？三件一起加购也是可以再立减10米的，宝贝。我们只要是已经悄悄的拍好，选进待会儿给你看，宝贝。选进稍后啊，左上角加入粉丝团，我还给你安排一个优先发货啊，宝贝。灯牌一定要给我亮起来，好不好？我们今天给到你福利，你给我亮灯牌，好不好？我们的爱要双向奔赴啊，宝贝。冬款的还有哪款？我身上这一款就是冬款啊，宝贝。对，我身上这一款1号链接的龙鹅龟，我们3号链接的虎鹤新春，5号链接的柚李蔷薇，6号链接的牛苏乐人，妈呀，今天上到的都是冬款啊，宝贝。对，很多亏了。不亏啊，宝贝。不亏，宝贝，不亏，我们早拍早发，早拍早享受，对不对？知道。但今天在直播间，早拍早拍，今天在直播间，宝贝，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12月31号，2021年度最后一场直播了啊，宝贝。是的，今天是想你的日子。今天是有宠你的日子啊，宝贝。今天给大家上到了我们的福利款，对不对？没错。也给大家上到了我们的福利的价格。你像我身上的这一套啊，宝贝，日常价你是需要850米左右啊，850米左右的价格。今天你只需要699的一个价格，我三件套就可以直接带回家了，宝贝。冬天你去穿，过年去穿，哇，这一套真的好奶，有没有？它是给大家做到的这样的一个 baby 蓝和 baby 黄的一个配色，就整体看起来的话是非常非常温柔，非常非常可爱的这样的一个感觉。而且它外面的这一圈毛领的包边呢，就会显得更加的贵气，不是那种小小家小户那种
那种小家碧玉的感觉，它是会有那种大家闺秀的。对，大家闺秀的。帮我那个宝贝备注一下，备注一下，来，宝贝看一下啊。好的。这个是我们这一套，这一套的尺码321截图，XXS 穿到 XL 啊。尺码怎么看？哎，我这不就来了吗？这不就来了？来，那个默默宝贝，你把你的身高尺码扣在公屏上，主播为你量身推荐尺码，这样子你就不用担心拍错了，好不好？来，我们148的小姐妹啊，小个子姐妹也可以去拍，然后我们170大长腿姐妹也可以去拍。这个款式是除了琥珀青春之外，我特地推荐给大家穿的这一套啊。这个款你日常可以穿着，对不对？过年过节，逢年过节都可以穿，特别是去见长辈的时候，宝贝，很乖巧。穿这一套，我跟你说，谁穿谁好看，谁穿了见你都会夸你乖巧。155的话可以去拍 XS 码，宝贝。对，我穿的这一套就。如果你去见长辈，尤其是去见男朋友的妈妈呀，哎，穿这套都是可以穿的。对，你就会让你未来的婆婆觉得你哇，这个反正家长那关是过了。这个女孩子好可爱，这个女孩子软软萌萌的，好欺负，我要。你不要说。不行啊，宝贝，我们不接触这个方面啊。来，宝贝看一下，这个是尺码表啊，刚刚已经给那个生意总池姐宝贝去拍我们的 XS 码，去拍 XS 码，来 XXS 穿到 XL 321截图，这个160/92穿多大？160/92，穿 S 码，哦 SS， 你很瘦吧？太瘦了，宝贝。野原新之助穿 S 码，好瘦。啊，是不是就是，你看他就是，你那个屁股。来，宝们快点哦！我这个款不会让它过太长。然后现在11:04了，是不是，宝贝？我们11:30的话，可能要去开个会，肯定要下播。然后可能今天就没有直播了，然后明天后天也都没有直播。今天这场直播就是最后一场直播了。喜欢的宝贝啊，想要捡漏的宝贝，来这场直播小黄车里赶紧去划了，好不好？是的，直接去拍164104幺六四，马上断码了。M 码，宝贝，龙龙马上就要断码了，是不是？马上断码。没有抢到龙龙龟的宝贝，我们抓紧去抢，实在抢不到，我们公屏扣一波一啊，宝贝。对，实在抢不到，公屏扣一波一。现在已经开始断码了，十码没有的宝贝，我们公屏扣一波一。我们看一下能不能给大家清库存，拍下以后一定要秒拍秒付款，没有及时付款的宝贝，我们就实时清理库存给到其他姐妹啊，宝贝。对，我们这一套日常价需要850米左右的一个价格，今天直接699给到大家。是的，穿 M 码，宝贝，164104穿到 M 码啊，宝贝。没错，去穿 M 码，宝贝，赶紧去拍，我这个款马上就要断货了，而且跟你们说一下，这个款是现货，对不对？我给大家准备的是现货吧，我看一下。是的，我们这一套是现货，宝贝。这样的女朋友哪里去找？拍宝贝，女朋友拍到身上这一套，女朋友自然就来了，对不对？是的。想要我们，想找我们这样可爱的女朋友啊，宝贝。什么时候发货？我们现货48小时之内就给你发出去了，宝贝。拍了吗？龙龙龟已经断码了，发出去了。是的，已经断码了。龙龙龟已经断码了，是不是？我们还有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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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款的呀？有没有付款的。我看现在龙龟已经断了两个尺码了，都付款了，这一波姐妹很自觉。送汉服的。